传统的金融引擎烧的是什么呢？烧的是专家的经验，烧的是人力。那么我们认为新的金融模式应该不是这样的，新能源下的金融模式，它的引擎烧的是数据，烧的是算法，当然还有一页烧的是工程师啊，我就没往上写，怕工程师打我。对，那么我们觉得这是我们新的引擎。那么真正的价值来自于一种新的引擎。那我认为传统金融之所以使用这样的引擎，它受到了它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局限。那么它在你发现在传统金融在开展业务的时候，它往往是基于一个产品为中心的模式。那么它是先定义一些产品，比如说是一个白领贷，是一个工薪贷，是一个车底贷，还是一个企业贷。它往往先定义一个产品，然后去定义规则，然后去找到呢，根据规则找到人。这个很像什么呢？很像说我们说我们先生产出一批鞋，一批35号的鞋和40号的鞋，然后我们去找到说适合这个鞋的脚。这个其实模式是我觉得是有问题的，因为有的时候你的脚比较小的时候，你这个穿这个鞋很不舒服；如果你脚比较大的时候呢，你叫削足适履。这是传统的金融。那我们期望在新的这种能源的金融模式下，我们能够做到说，我们先找到人，我们去通过我们的技术去评估一个人，通过我们的 IS 去判断一个人的风险，然后我们为他提供一个适合他的金融的产品，也就是一种金融的能力。所以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。